我今仔咧过头，我就安尼，我若是放在遮放长，伊就唔敢害我，对，我就来放长，他不敢啊。那如果这样子，他就进来了。哦，这脚那家脚就跟他家，对啊，也稍微开，我往前伸啊，一个这样，我有在丢啊，这一个就来，我脚难特别脚不方便，哇，可以，而且这我操起来，哇，一个台湾我行，防止他进进去，有没有？哦，因为他有一个压迫感，一个台湾的。对吧？比赛级这个就进到圈界了，我要卡杀他，对不对？他就圈界，对吧？对不对？那一圈到了，刺，对，看到吗？后面就上一下圈界，刺，刺就好了，刺会比较快，圈刺，对不？好，我再接点，圈刺，对吧？这来我进去，他会圈界，啊，那我怎么样？带，来再来，接住不？左带剑，再抓着啊！哎，抓着啊！带，那我的扫剑过程当中就是扫，带，再扫，带，这种带，扫，对。啊，忘了带料带错了，对就要退掉。突然间带错，他忍不了，哇！那你看，他现在我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这样子。如果是带这样子的话。他就扫进来了，哦，所以他这是一个带进，对，那我就扫，是吧？这一块来，外斗进来，也是一样，一个捷径，哪一块？反进扫，那我进去两趟一样，那这两个就穿圈进来的，小弟家，看看，外进哈，他就刚好进入他圈进的角度，哇，他刚好一圈到了，我进去，这是一个圈进，圈到了就扫进。反扫，晃晃，后面两一圈箭，扫，能看到？哦，是圈箭，他就扫。哦，对来，我刚刚一起圈箭，我过来，我做进来，我来抓。来，来，我就带进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再一样，好，这个角度出来，这个方向，好来，又要正对。